文老爹赶电玩。来吧来吧来吧，搭船搭船，让我们重回20年前的感动。20年前的感动，船在哪？哎，船在哪 ？OK， 干没来啊？是什么？来了啦，船来了啦！来吧，上船上船！哇，以前我都以前坐船要坐很久哎。这要干嘛？回卷哦，回卷5张。哎，但不能买哦。哎，他不让我买回卷是三小。哎哎，靠腰，还要再买一次船票，那你是骗钱啊？哇，好怀念哦，搭船呢？他怎么整座船只有我？怎么整座船只有我？是不是在哭啊？欸，整座船只有我欸，船上不能 PK 啊，我们当年在搭船的时候是不能 PK 的，哪有那么好，船上也可以 PK， 不行啊，以前搭船那么会搭到睡着，会不会，你们会吧，以前搭船那么搭到睡着，以前我是从他妈的，我是直接搭船，从说话之岛搭船到大陆的欸，我是练法师的，欸不对啊，好像每个职业都是从说话之岛出来的齁，不对啊，骑士是从银骑士村庄出来的啊，我以前玩法师啊是从说话之岛出来的啊，我当年就是从说话之岛出来的啊，对啊，妖精在妖身嘛，没错没错没错，对啊，所以我是真的搭过很多船的男人，哎，这边我一个人去有没有办法练啊，我一个人去后会不会被怪物打歪啊，你们去过了没有，是不是很难生存啊，一个人没办法吗，有没有一只法师要跟我去遗忘之岛啊，有没有人要跟我去遗忘，有没有人要一起去，等等要工程，几点工程，八点吗，没关系啊，我去遗忘绕一下嘛，好不好，绕一下八点回来工程，我可以回来吧，回来很简单吧，要我们这一队算是高标了吧，高配版了吧， OK， 哇，最初的感动，在船上终于不用花钱了，我终于找到最初的感动了，这边有点感动，原来终于可以真的可以玩到新内容，是不需要花钱的，好感动哦，终于有地方是可以不用花钱的感动了，各位干他妈的搭船还要花钱，对不对，好家再花搭船可以感动一下，吓我一跳，我有敌人。欸，我的队员欸，靠腰。好，可以带路啊。要去哪里啊？干，带路。哇，这是哪里啊？干，好多牛人哦。欸，干你娘，老天，你干嘛？那边都是敌人，要干嘛？我们是来打架的吗？我们不是来练功的，干你老师。在打架的，我一只怪物都没打到哎，盖！我一只怪都没打到哎，不是啦，干我他妈搭那么久的船，一只怪物都没打到。老天，你干嘛一来就打人啊，先打几只怪物啊，干！一只怪都没摸到，你看我们灭团的啦，我一下怪物都没打死啦，一只怪物都没打到，我没有那个回卷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打到那个回卷，干，结果我死掉欸，我这样不就还要再坐一次船？欸？欸，在这里哦。哦，反正我只要不怕死，我就有用不完的回卷，是不是？我只要不怕死，我就可以一直无限，是不是？啊，早说嘛！干，我们他妈我最不怕死了，操你妈！我想说干，我都没玩到，哦，那 OK 啦。我刚刚舍不得复活，你知道吗？我想说干，他妈好不容易来了，看这个牛会不会太多啊？
哎、欸，我被卡住了、欸。靠，我被卡住了。这个牛没有很强啊，我是把自己卡住了，怎么会出不去啊？我不能按回卷，我按回卷就回家了，我只能死而已。不是、啊，他们怎么不来练功？他们到底要干嘛啦？又要去打架了？拖了一群牛，他妈要去哪、啊？我看不懂他们要干嘛。有牛不打，一直跑来跑去，现在是要干嘛？他们是来打架的吧？我觉得他们不是来打牛的。哎、又来了又来了，干你老师！哇哦，满满的肉啊！我的天！哇哦！哇哦！哎，我们没有法师，没有圣戒，这样也行。我们没法师，没圣戒，这样也行。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我被怪物卡住了。哎，干这个死人妖精王怎么打得那么痛啊？死人妖精王打人超级痛哎、欸，靠腰！我们只有两个人而已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我就安息危险了。他们人太多了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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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完了完了完了，这几只战力很高啊，看就知道了。一本加盟，这个是支部长的啊，支部长的名字就叫这样啊。来你们找个地方练啊！你们找个地方。牛人那边会被揍啦！牛人大锤他们在那边。刚才我们遇到就大锤他六只啊。没有其他点吗？我先帮你补了。拉水，我帮。哎、欸，干！那我老文你的时间多的、欸。不知道我们没有其他点可以练吗？好的点就是几个点啊。走啦，我们去找安西。哦。去找安西没事。别！支部长在我这里，支部长在我这里，你不要来找我。支部长在你那里，然后我看一下，支部长在你那里。你死掉那里吗？那我就进这个洞里面就好了啊！我干，我要这边走这边，我操！干你娘嘞！哎，我们三个打一个打不赢哦，不是啊，等我靠呗！哎，我们那么多个打一个，干你娘嘞！跟他干的啦！妈，支部长，赶快干他啦！哎，我在打了啦，快点进来啊！妈的！这么多人怎么打不赢一个啦？干！前区快进来！走！干！这么多人打一个，怎么可能打不赢啊？妈的嘞！打不赢？怎么可能啊？不可能啊！我们这么多个，他是打不赢，真的打不赢。二金五干你是？我们五六个怎么可能打不赢啊？干！真的告诉你啊，我们打我家五秒钟，我家痛痛几家小安，我们三个人都快打不赢他们了。假的，他妈的，快打不赢！你是九口哦，这是吸大鬼的力，知道吗？不要闹！走，往上走，大天际，我们不要理他，我们旁边往旁边练功了。哦，笑死我了！里面有人，哎、欸，我没回卷哎、欸，被打就是要死哎、欸。对啊，所以我跟你讲，要去石头附近才能回卷，它有一个发亮的石头。要打、啊，我们找一个地方，我们能练的来练啊！等一下吧，不要去支部长那边。我看，快看，快笑死我了！就说你们把那个时间都用完，这北七真的是我快笑死我了。哎，我刚支部长刚刚应该很开心。妈的，我玩天堂那么久，第一次有人拿刀对着我冲过来。这不是。